獅子我遊，今日由鑽石山開始。好啦，喺個井蘭樹落咗車，呢度有個站叫井蘭樹。咁我哋就咁沿住前面相反方向向前行。地標，但係點解揀睇自己啊？係，我睇人哋 YouTube 都係咁樣教，係咯，周圍都有個魏奕迅嘅個字咯。好啦，咁應該好易行嘅感覺到。總之係啦，不停咁見魏奕迅敬魏奕迅敬。哇！睇下臭嘅呢條影咁。咁沿途都幾清晰嘅，咁不停咧，行一個方向嘅啫，一條路，佢沿途都有個牌叫魏奕迅徑咁樣帶住你去嘅，幾好。哇！真係沿途都有牌嘅，好入咗郊野公園範圍啦，好。好啦，又到一個分叉位，就去到一間首先係古宅。我哋嚟到呢个位置就沿途其实好多呢啲小桥噶，咁今次嚟到呢条桥有个牌，同埋有个紧急电话，就系可以转上去啦。又继续行山，呢度就会见到魏奕迅徑。好，上山，魏奕迅徑。阿姐話行到一半啫，到咧肥咗，大家夠高。呢條應該頭先啲阿姐有連沿途兩個阿姐，原來有兩批人都話未到啊，要嗰條 K 區嘅路啊，就係呢條。哇！爛石泥泥唔係路，冇泥，碎石路咯。沿途有兩個阿姐話呢度好 K 區啊。哎呀！
拍了无限张相之后，望住呢条路下去就可以翻翻去飞鹤山公路嗰条车路，应该好快落到去。咁跟住又沿住马路翻去嗰边就得啦。走咯，落山咯。先我哋就系对面，即系依个山嗰度落嚟嘅，跟住就上少少嚟呢条马路，然后啲牌。嗱，沿住头先咁落嚟咧，经过有个牌百花林，同埋一个孙中山个阿妈，原来撞咗去香港，我真的不知道。